文堂用什么理由来个贷款收回去啊？恁的担保品经过重新鉴定了后，价值比原来降真济。我替阿的资产，迄价值已经让银行高甲真低安尼，免好可能阁降啊。这牵涉到真济专业的问题，虽然讲我是董事长，我嘛爱尊重专业意见嘛。 啊，亲家啊，是讲这笔贷款吼，我拢真正常照时间咧行啊，啊，现在银行安尼无贷无资，哈，还阁开支请人去重新评估去鉴定啊。为什么你免问啦？啊，银行也不遮济，我嘛无可能感谢遮济代志。既然讲银行会正式通知你，恁就照通知的时限还款就好。 陈家啊，这件代志是不是跟国庆有关的？陈家啊，啊，你不是一向拢公私分明？我对国庆真是无忘唔到，不过我知影，恁真了解我做代志公私分明，才唔惊恁误会，所以我今日时阵来通知恁这件代志。啊，陈家啊。 啊！你专工经这个时阵来讲，叫我莫误会，甲事实甲困啦。你若安尼想，我嘛不会通讲。不过你嘛是有查囝的啦。我若是因为儿女的事情做这个决定，你嘛应该了解我的心情啦。陈哥啊，所以讲这笔贷款，无论是公司，拢无参详的所在啊。 大环境的条件，经济也好，资产价值也无同。环境要改变，真侪代志都要对你改变。陈家啊，你生意做遮久，应该真清楚才对。陈家啊，啊，景气也毋是讲讲要好就好啊，骗哪知？别个讲啊，那陈家都讲遮明啊。 不好了，安尼，我先失陪啊。请你顺走。陈主任，我看咱家己开支找人来鉴定啦，我都唔相信咱遐担保品会亲像因银行，甲咱估计遐尼无价值。不好啦，伊嘴无信任。 听嘛，知影讲是为了养不会代志才安尼做。啊，今嘛袂安怎啦？咱要倒落去，遐尼侪钱，还能唔启动？爸，阿亲哥是来偷笑的哦。我看伊这边的傲赌赌，拢甲拍一好，拢无啥爱插我咧。咱真正会叫国庆舞倒去，伊为了追求伊的爱情啦，人咱都爱拖拖落来。嗯，其实二哥哦，回头爱情什么都唔管，啊，这嘛真浪漫啊！ 就是为温莎供水共款，不爱江山爱美人啊！伊爱美人，我都要失去江山啊！啊，即马讲遮拢无效啦，咱赶紧找银行来办贷款啦！啊，无到时阵若无钱通还哦，啊消息阁传出去，真正找无银行要借钱互咱。国华，你赶快替我联络银行吼，我有时间讲贷款的代志。啊。 妈，我电话。妈叫我来在房间边。
我去倒？无啦，啊！即阵啊，厝里发生遐尼侪代志，心情刚刚就烦呢，想讲出门行行一下。奇怪，我拄仔去找佩奇，伊嘛拄仔咧看行李，伊讲伊也要走呢。佩奇要离开啊，你应该放心较对啊。 你若这样，只好我当然嘛放心。就惊，伊是要跟人相撮走。国志，你是要跟佩奇做伙走？你莫误会我啦，大嫂。我伫咧这间厝已经足痛苦啊！我希望莫连你，嘛搞当作犯人同款。再讲啊，就算讲你无相信我。 你咪去相信佩奇啊！你白才我已经讲过的事啊，不过我那问了嘛，是承认的。吴静，你即马做的决定，我无法度认同。啊，不过我是希望你会当替厝内底的人先想一下。即马厝内底发生遮侪代志，你话走就走，安尼敢袂足够激烈咩？ 我希望我讲这话，你听会落。你若真正有甚物解决问题，你就应该挽救你家己的婚姻。去甲杨伟找等，好好甲伊讲。大嫂，我杨伟已经拆破面啊，阮两个阿母的感情彻底毁掉去啊，阮两个的婚姻。 大条啊啦！恁丈人俩讲，讲叫恁爸着随啊，还进前去贷款啊，要若无，伊要凑银根啦。哥，你甲你讲话，你有听着无哈？你赶紧甲杨伟和好啦，唔通阁讲离婚，要若无，你爸公司着爱倒去啦。妈，国舅啊，爸感情即款真歹过，吼。 你甲杨辉啊，跟丈人丈母安大一下，好不好？爸妈。 这是我这几年来欠的钱，总共500多万，你得去收天啊！你
这时出来，你是坚持要离婚？妈，我的钱，我的一切，我会当留给你跟爸。啊，不过我的人跟我的心，要自己留咧。国敬啊！哎呀，了然。爸妈，第一日叫我去求姻，啊，不过实在是做袂到。代志走到这个地步啊，我敢若剩一点点仔尊严，我应该坚持落去，袂用再让吞打。你为着你的尊严，哈？你甘愿目睭金金咧看我破产？是的，这几年来我已经受真侪委屈啊，若久安尼落去，连我拢看袂起我家己的。国庆啊，代志是你惹出来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家己想袂开啦，煞害死全家伙啊！你是要倒啦？来外口找朋友想办法，啊无咧，是要坐船等死哦？神啊！姨妈，我拄仔看国庆的款行李。我甲问看要去倒，阿姨讲想要出国去行行。阿姨那行要出国？我嘛唔知啊。而且你叫我去找佩奇，我看伊嘛行李拢款好啊。我怀疑，你意思是讲怀疑两个要相耍走？啊，系啊。这么辛苦抓探坏，伊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。阿林小妹当时要走，伊讲用啊。小凤啊，你给我听好哈，因啊，国庆都过好条，林小妹要离开进前，绝对不能踏出门，知影唔？到底要甲明德劈腿的代志，甲小平讲无啊？明国啊，你当家从啥？阿哥安尼鬼鬼祟祟，鬼鬼祟祟是你阿无啊？我啊。我问你啊。啊！恁明德做对不起小平的代志，恁家人都无咧关心嘛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阮李兄遐尼爱小平呢，要哪有可能对不起伊？可怜哦，原来你搁是状况外吼。什么状况外？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恁二兄要娶别个查某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你到底是在讲啥？我二兄才不是那种人。你不相信啊？我打电话去问你二兄啊。伊搁走去阮家，拜托阮爸替讲婚事哦。我哪有想骗？我头耷落来，还在做伊个子。你讲阮二兄去找阿姐替讲婚事？而且对方哦，搁是好样的小姐，你明明就是为了钱在帮他想。这不可能，这点是有啥物误会？我知影，一定是你怨到伊两个要结婚啊，所以才超工讲阮二兄的歹话对无？喂，拜托，我怨到伊。我交过女朋友，现在叫一个客出来，拢比小平好一百倍哦，我现在怨到伊。哦，你讲话，你别讲我的歹话。
有你俩拄啊好，我一件最重要代志要甲你讲，来先帮我轻松点，要放心吼。小平，卖插伊啊，爱就上爱后边乱讲的啊。不要紧啦，爱自细汉到大汉拢同款啊，无一句话当听，我怎会关心啊？我真正好心好雷心嘞，我好心要提醒你，你今仔日讲我哩，总有一天你一定后悔。我若真正听你的话，我才会后悔。不要紧哈，我这个人哦，是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提醒你，较快紧试试去台北陪明德。啊，若无总有一天，你会被扛无目屎。啊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小平，唔爱插伊啦，你就上爱讲生肖啊。哎，我伊若是要讲透气哦，目屎就飞袂离啊。啊对了，这最近哦天气较热，啊你哦穿着加塔一领，迄做新娘绝对袂当感冒。啊若无，迄新郎都无爱你啊。啊，到底是我袂讲啥？小平，唔爱插伊啊，等下你。无聊。我跟民事车司机都听无，你这是讲到白白上呢啊！查囡仔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拄则有介绍过啊，伊就我同事啦。同事？嗯。同事过来跟你斗搬厝，两个人搁这样亲密。你莫搁搞我骗啊！你妈拢已经跟我讲啊。呀，今麦等来，咱甲小明哥结婚，歹势，阿舅，阿不是安怎？我今麦打电话给小明开台房，你两个哦，随我讲你结婚，没啦阿舅。是嘞，是嘞，你就敢来跟我讲是嘞？你甲我讲，你敢真是要娶迄查某囡仔？这种代志你也做会出来？嘉芬爸爸对我就照顾的，我对你都无照顾的哦，我都无听你，你成正家啦！晋安花，迄钱拢是我出的呢。你即马你代表拼事业，嘛是我退休金，拢从你阿爷出给你投资的呢。我到底是倒位对不起你？你怎安对待我？你讲，你讲。阿叔，你提出来投资我的钱，我会算你是加倍行李。我唔是要遐钱。我是要挂住你对小明的心。我知我遐钱，甲阿大头家有钱人，唔知你一支感冒啦。不过你嘛袂当为着钱，就放杀甲你一二十年的小平的感情呢？小平这么爱你，你也当安这样对待伊啦？你敢是人啊？阿姐，是的，我已经。你枉费我这样对待你，
我把你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后生来对待你，安尼把你栽培，结果呢？你来对待我，安尼对待小平，林明德，这个世界上哪有参像你这种无眼无目屎的人？自细汉到大汉，厝内底上爱读册的人就是你。你找读到这样多，你去读去倒位去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摆后悔还阁会用的。我要跟小平讲，你回头吼带小平。好啦，你当卖，你当卖带人讲我是你阿叔。啊，不过我是小平的阿爸，我请你同情我，疼惜我家己查某囝苦死般的好不？我求你，我求你卖伤害我的查某囝好不？阿姐，已经袂活，下礼拜。下礼拜我就要跟小芬结婚啊！你赶紧把这个婚书退掉啦！我怕你，我救你都拢无效。你还伤害小平敢对？你还反背伊的感情，伊会痛苦一世人呢！总是爱有一个人相信。你若变到这粗残啦，你若变到这尼啊无人性啦，你等！阿姐，阿姐，你有要紧吗？你卖怎么？我不是在这个惊喜。即摆后悔啊，还阁会悔。你若回头，你若回头带小平，我一世人我都无看到你这个王八蛋去低谷承受。安怎？你什么良心话会来啊？明弟啊，好心只系甲你算过来啊！我知影你唔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我求你好不好？卖伤害阮小平，卖伤害我的查某囝。明德，我求你好不好？我无要阁逼你啊！你偷偷想啊！都是阮永远的苦伴，一条路愈行愈孤单，一杯酒愈饮心愈寒。人生亲像是一面镜。是非好歹，无地通闪避。阿姐，小弟，为了要成功赚大钱，我只好对不起你。提出真情来替我，暂时不如意无什么通惊吓，只要用心甲阮听，阮甘愿来打。生如镜，何必在意别人安怎看？世间的喜欢，亲像手中的沙，有啥人会当改变这运命？
时间够早，院长应该还袂来。高平啊，妈，我听小芳讲，你要出国去行行的。原本小姐打算啊，啊，不过想想这，较慢再去。对啦，啊，这嘛就是了未解决哦。你爱头，我来做你去嘛不对。你应该去杨伟找回来，到时若想讲要搁出国，你两只做伙去。妈，你莫搁叫我跟杨伟做伙啊，好不？阮的缘分早就尽了啦。我知影你跟杨伟的感情。就亲像这物件同款，不过我希望你换一个角度看，唔通干看迄个必顺的所在，要若无恁阿母的口水会愈来愈大。迄不是感觉，是事实。国庆啊，你莫嫌妈啰嗦啦。人讲有才情、有好运，嘛都爱有人牵线。我知影你有才情。不过，会当让丈人爸提拔、牵线，迄才是上重要的。妈，卖阁讲啥物提拔才情啊，啥呐？这我拢无需要。我想想家己能力，我咪当过好日子啊。唉，我当然嘛知影你有这个才调，啊，不过你有想过无？你丈人爸势力这么大呢，你去惹着伊？代志无这么好收煞呢，是到是等等啦，是要安那等等啦？到时阵连你爸心里受到影响，我上烦恼是连你咪受到压迫呢。你还知影？你赵老板若要让你无医生通做，那是足简单的代志呢。国庆啊，自细汉你就真少让我烦恼操心，啊，不过今嘛为着你哦。我真正是逐天啊烦恼到白困的呢，妈，是哪样？你免甲我说的，讲起这个代志哦，我嘛是唔对啦。我明明知影杨妹个性这么好，佮一直爱你忍耐，实在你也受到真大的委屈。你甲佩奇做伙，那是一种的错误，你知吗？不管你甲杨伟有要搁做翁仔无，你甲佩奇都无应该搁继续落去，知吗？我知啦。真接无滴，张佩奇，你刚才你有听见无？你是啊，张佩奇嘞？我是厝主啦，啊，张小姐已经搬走啊嘞，搬走啊？是啊，啊，请问你是谁？我是董叔啦。哦，啊，既然是董叔吼，应该有听到淡薄仔风声啦。若有机会吼，你该好好甲苦劝伊一下。张小姐人看起来都真温顺啊，哪会去破坏人的家庭，做人的小三？啊，这是真歹失德的代志呢。你吼爱苦劝伊紧回头。歹势啦，甲你讲遐济。喂。
张佩琪是跋去对啊，一定是跋去我找无的所在，唐浩甲国庆偷来暗去。 喂，杨辉啊，喂妈，国庆嘞，伊是毋是甲张佩琪做伙？无啦，国庆伫我边啊啦，伊无甲伊做伙。你莫阁骗我，若无，那是你来接电话。杨辉啊，妈后边哪会骗你啦？啊，来来，我咧甲国庆讲吼。 杨辉啊，国庆真正伫我诶边啊啦，啊，毋过伊都毋肯接电话哩，毋肯接电话，我真毋相信，一定是张佩琪伫边啊对无？吼，我阁想讲张佩琪诶包去倒，原来是国庆甲伊带转去厝诶，无怪，无怪遐紧就要赶我走。你莫安尼乌白想啦。 就算讲国庆这个想法哦，我甲你爸拢袂答应啦，你放心吼。想法是安尼啦，到即马阁伫替人啊。脚手阁真紧，我真脚手走，互你只后脚都唔到。要紧啊，我甲你转去掠到。弟哦，杨贵电话你唔接。 你莫搁乱啊好，妈有年岁啊，我袂堪要搁互你吓惊啦。哎呦，老公叫你别开啊啦，袂，我绝对袂走，我一定甲顾着，绝对袂搁出什么差错。 点半，我来去陪赵慧妹夫啊。妈，我都听了，我要休困一下，你先出去。哎哎哎哎，你别把我送。好了，你跟我滚啊！ 妈，安尼甲我顾条条，我是要怎出去？已经7点40分了，你是不是没来啊？ 明仔不是8点，我伫车头等你。谁人无到，就是表示谁人反悔啊。伊讲伊一定会来。
我都爱相信你。你若是真正无来，就表示伊的想法改变了。就算安尼，我嘛爱接受。我就等到八点，伊若无来，我就离开。你我袂阁回来。希望有一天，恁会当了解我。你哪样的鬼车？歹势，麻烦你等我一下。你要走？对，我要带佩奇走。去别个所在重新过日子。你哪会当安尼啊？是嘞。一句是嘞，都想要甲你拄仔的伤害一笔勾销。林国庆，我就是你的太太，你哪会当带白查某走啊？你反背我就算，你哪会当连你家己讲过的话拢反背？你不是讲我永远拢是你的小公主？不管我的身体有偌歹，不管我是不是好看出来，一世人你干那想要找我一个？上次拄到迄个查某，你都拢变啦！你拄才落车走过来的时阵，我才发觉我已经袂认得你啊，林国庆，你已经变了，是安怎？是安怎你变心？燕飞，感情是无法度控制的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变的人是我，我已经无法度参像以前同款安尼对待你啊！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讲啊！你张佩琪到底是倒一点比我较好？你是倒一点比我？是安怎你会去爱着伊？燕飞，是
是我对不起你。当初我向你求婚，我对你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心话。我们俩说我做会到，啊！不过我真正唔知影为虾米，咱两个阿母最后走到这个地步。是嘞，咱已经夹袂落去啊！夹袂落去，你都要甲我放在这里走？你哪会知影嘛？燕飞，你哪个哭啊？除了是嘞以外，我嘛唔知要怎做较好。事实就是，咱的婚姻已经无爱啊。我若无离开，咱两个人拢真艰苦。你就该当作咱的缘分已经尽了，能结束好不好？我不爱，我不爱结束。要结束，不结束，不是你，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既然已经无爱啊，都莫丢脱，我一定要走。明我去，你莫走，我求你，给予咱一段婚姻一摆机会，搁试看卖啊。你袂当一句话都破我死心，我知影我脾气歹，我会改。你若是介意温柔体贴的，我莫难过。即摆毋是介唔介问题，凡事今仔行到这个地步，这拢是注定的。我不爱听这种话，老公，老公，外公是你想了解啊，我从来唔捌求过任何人，爱外公这种话，我比死搁较艰苦。你万一留落来，我万一认输，媳妇，一切拢上班啊。我不愿骗你，也不愿骗我自己。刚才你是我最爱的人，阿母我现在对你感到亏欠。燕飞，我已经无爱你了。因为我的爱，已经拢去予另外一个人啊！我知我讲这话对你真残忍，啊，不过我若无老老实实跟你讲，就会耽误着咱三个人。已经爱着佩奇，我都回头啊！我若无离开，咱两个继续互相伤害。我一世人袂当跟你行到老，这是我欠你的。
我好死人。我不爱，妈妈的病好死人，我爱你姐姐那么紧我。你真正回来啊！我一定要走，有一天，咱三个拢得到幸福，你就谅解我。我这世人我无可能原谅你，你即摆若走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你爱好好保重。是的，再见了。你给我留下这条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爱哪里对哪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以后，就把我放袂记。上风在望，何时阵阵对阮无情人？上爱的人，上我，上
是当时走出去的啦。我叫你把他顾着，啊，你讲他人拢无去，啊，啥物啊？哦，啊，敢真是我明明被他们走了。哎，杨辉啊，杨辉啊，杨辉，安娜啦，安娜，起来，起来，安娜啦，啊。好，麦克，麦克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咱弟妹再讲吼，麦克来，乖，好，来，行，好，麦克。佩奇，佩奇，苏先生，麻烦你把车驶到咱车头前，甲砸落来。坐下。拍摄，文将，陈丁安嘞，你哪唔开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把开车好不？拍摄，坐下。做我走，一定让恁带来真多问题甲麻烦。啊，不过我若是问我家己的人生，自私一届，我可能到死拢有影。我时常伫想，人活伫个这个世间。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世界充满着希望，妈常常说，一直世人都是为了一个家。妈，一直世人为了别人的话，是不是有很多怨言？所以才会过得那么快乐。爸，你说过查甫人上重要的就是对家庭负责。你为着要对家庭负责，每天在外面无闲赚钱，卖书钱赚愈多，就是对家庭愈负责。啊，不过爸，我嘛时常为着钱你无快乐。干嘛呢？不是在玩。就是在客气，爸妈为了要让阮过好日子，恁辛苦啊。
啊，不过我已经觉悟啊，我现在知影，我爱的人生，不是为钱堆出来，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话，我已经有我要追求的目标，虽然会较辛苦，也无法度向每一个人交代，啊，不过至少是我想要过的生活。离开厝，离开烟灰，我人生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恁甲我请养大汉的温情，我后世人还是做牛做马吃苦的。我知影我安尼做真自私，啊，不过这嘛是我唯一的办法啦。我虽然娶杨辉，啊，不过事实上，我是把我家己卖给杨辉。对伊来讲，我是伊的财产，伊的奴才。虽然我知影，这拢是伊爱我的方式，啊，不过伊的爱，我实在无法度去承受啊。不如一世有把酒，自从佩奇出现了后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我嘛需要人对我有耐心，对我包容体贴，那是杨辉从来都无法度我的。我袂求恁原谅，恁的温情，我一世人还袂了。是的，我干来当后世人，吃亏。林国庆，你俩做安尼，你来当自由，会当甲张佩奇啥鬼话？不管你怎个天边海角，我都会甲你找回来。一世人我都袂放你煞。哎，以下这个批啊。袂输咧怪我，跟我无资格甲伊讲负责。为着这个家，为着要让这四个囡仔过好日子，逐工伫外口安尼拼死命咧赚钱啊！你哪会当安尼啊？无顾别个囝一份，话走就走。无救啊！咱这个家真正无救啊！车铺看袂好。笑总过嘛，看无效果。早知影这个结果，当初何必做卤煮啊？一罐就是这么侪钱，袂输当咧水沟仔底啦。当咱捡起嘛是做白工，哪有这么地？我前世嘛不知是做啥物业啦，一世人食到这个火头，还阁无通啊享受，目睭白金就烦恼这烦恼那。即摆连后生嘛走啊啦！佩奇，原来你早就决定要甲国庆做伙走啊！现在今仔我去找你的时阵，你还是唔对我坦白。自从发生这代志了，我替你担遐济罪，受遐济苦，想尽办法处处来维护你、保护你，但是希望你当赶紧离开国庆。结果你还是跟我等的，不过我还是我自己去追求你的爱情。你实在我太失望了。我一定要把这对狗男女两代抵罪，我要报警。杨辉啊，杨辉啊，杨辉啊，唔通啊！你若是把代志闹大，你若让别人知影，国庆跟别个查某相带走，你嘛是真无面子啊！我的面子怎都还放你头壳内啦？我就是要让你吃好吃亏，同甘共苦，遐尔逍遥自在，别计较。丽啊，即马就绝啦，吼！明仔载啦，明仔载我一定叫国辉吼，
不管是用钱还是动用关系啦，从中国从台湾偷出，到台湾买，一定要把国情找回来，吼！心慢不急，还加歹看的。对啊，杨辉，我拜托你卖报警啊！你给我一遍机会，给我一遍机会，来给你扳回好不好？赶紧把真相知影！你所有人拢在暗藏这件代志，根本就不是惊我无面子，是惊你家己无面子。佮讲到遐尼好听，惊我袂堪。其实根本就是为着恁家己。杨辉啊，你哪安尼讲呐？恁家己好清楚哦。即摆做唔到代志，人不是我，是林国兴佮张佩琪，还佮你。你每一个人拢在骗我，害我遮尔痛苦。我一定要恁一个一个付出代价。困啊！爸，你哪安尼油头革命？是不是厝内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那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阿妈规工哪拢无看人，是走去倒啊？啊，就讲要去台北找明德啊啦。林姨，还要上班查某啊？这哪有可能啊？你到底是在讲啥？我姨还真不是那种人。你不相信啊？我打电话去问你姨兄啊。爸，妈最近常常拢走去台北找林兄，啊，敢是林兄在台北了什么代志？啊。爸，李汉是咪做出对不起小平的代志？原来国华讲的拢是真实的。都难免的啦，啊，伫咧台北啦，啊，甲因个会长的查某囝哦咧交往啦，啊，不过即摆要结婚啊啦。李汉哪会当安尼做？小平自细汉就足想要嫁予伊的。哎，起码人知影你遐对不起，小平一定起笑哎。这个唔正经，为了比个精神还阁不如啦，啊无彩福成啊哦，啊甲小平啊对遮尼好，啊今仔为着钱，来反背着因爸仔囝，做出着这款代志哦，我对福成啊哦，唔知要哪交代啦，我想哦实在有影愈见笑。啊！李汉还是唔肯回头。我拢甲明辉阿讲啊啦。安尼嘛好啦，早晚哦，你嘛是会知影。妈，啊李汉遐尼无钱，你哪无家己带转来？我去台北无拄着伊啦，煞去拄着恁好成绩啊。阿明德的代志，你有甲讲无？伊甲我逼到吼，我唔知要安怎讲啦。啊，只好照实甲讲啊。妈，好心姐知影阿姨状况安怎？伊叫我先走啦，讲要单独吼甲明德甲讲。啊，搁再讲吼，我嘛无面头的遐。爸，你是要去倒？我但即摆好想啊，知影这样代志啊，啊，我要来甲回一下室内，我心肝是袂当过啦。爸，即摆足晚，明仔日才去啊。啊，为着我明天的代志啊，我即几工啊，烦恼到还袂食袂困的啦。
无论安怎吼，我一定要记得好想啊，才会用的啦。我陪你来去啦。我来啊。明天甲变心的代志，恁已经拢知影。你刚来找我，就是要甲讲这个代志。 你甲变心是毋对，毋是你毋对，也毋过是安怎？是安怎你哪要对待我？是安怎嘞？好像啊，我是惊讲我小平，我着承受这个打击，毋则毋敢讲。啊，即摆代志拢讲出来，小平是安怎接受我？伊是要安怎接受？ 伊要来甲咱受这打击啦！你若敢再甲我讲咧，我都要甲小平嫁给明鼎啊嘛！怎么今仔天晚都拢已放出来啊？小平是要安怎？伊是要安怎面对明鼎甲杜彦欢配？你讲啊！阿信姐啊，真的是足歹势。 啊！你今仔日记着你啊，伊是安怎甲你讲的？我怕伊骂伊，我求伊，拢总无效。清风，小女啊，我即摆阁有啥物办法，有法度让面顶阿回头？我袂去让小平阿你。 干过一世人，当过一世人。不行啊，来来来，要先进来哈。我来，慢慢来讲，好不好？定定来代志哦，我会阁想办法啦。你都要家己照顾好势，才有法度去照顾小平呢。 是哪会变咁的啊？敢讲敢讲是我做人失败哦？无啦，做人失败的是我啦，我无把后生教好啦。我若真正想无，我真正相信你啊！该当都是我的囝咧甲栽培，我来辛辛苦苦对伊付出牺牲。 结果我得到我大家，就是用我陪去放生阮小平，拢怪我，教到一种无情无义的后生啦。不行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用我这条老命哦，介输赢，我一定会阻止哦，伊娶别人啦。 伊若真正变心，要安怎阻挡？伊的心也变袂转啊！面顶啊，已经毋是以前的面顶啊！啊，不过我即摆想，今仔阮小平，伊若知影面顶啊变心，搁去娶别人啊，伊会安怎？迄毋敢讲是受到打击命嘞！ 反正伊也想袂开，啊！我是要安怎？面顶阿奶变假嘞！我即摆还阁不相信，面顶阿伊会反背小平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 来，来吃情况买。啊，你是去倒位传车啊？
这是哦，我去礼服公司啊，替你拣的西装，啊，你刚好就穿这束，然后你的以祝福的身份就待至此，好，来。袂歹呢，缘投哦。哼，这是我头一届哦，看你穿西装哦。嗯，在。是啊，爸嘛头一届哦。啊，对啦，阿姨刚就在，你跟我说好要讲啥？我都还没想到呢。哦。来，不要紧，啊，到时阵呢。我就替你把迄智子搞笑好，啊，你就来了较量，好不好？嗯。明天该要娶别人啊，你还搁咧准备结婚的代志？爸，啊，你穿这束会合无啊？啊，是水，你敢有介意？真好，真好，查囡仔，你知哦？爸，你莫艰苦，看你哦，这么憨爹欧罗话呢，我知影，你是不是唔敢我嫁啊？好啦，你放心，啊，就算哦，我叫我明德，啊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宝贝查某囝。你若真正唔敢哦，你就搬来台北，跟阮做伙住啦，都是因为你是爸的心肝宝贝，爸真正无多看到面顶安尼伤害你，你知影无？你目眶红红，啊！你真正唔敢话哦。好啦好啦，无，我卖惊，我也是伫厝陪你好啊。啊，对了爸，啊，你去台北，刚好拄到明德。有啦。阿姨，知影你要伫台北要做诶代志，爱甲我讲啥？明德啊，你台北代志真无闲，我无机会甲伊讲着要出的代志。爸为台北回来，是出忝的，爸先来休困哦。好啊，无你较早休困呀。做你遐个代志啊！我这個老爸彻底做到失败，你迄两个大兄，这不守家，
你莫怪你家己，对不起小平的人是二兄，也毋是你啊。你安尼辛苦，家己饲养到这大汉，教伊读册读到硕士，你会当做的，你嘛拢做啊。你这两个大个啊，一个去做老婆，一个是博长龙，安尼就当证明，我这老爸确实做了真失败啊。爸，莫想遐尼济，阿哥即马拢已经大汉啦，啊，你做爸爸的义务嘛已经完成啊，坐落来看因家己要安怎行，就由在因啊。但方向都偏偏去啊，啊，我无迄能力哦，甲扳倒转来啊，那我实在袂晓，对不起好生啊，啊，对不起小明。阿妈对不起着家己的良心嘛，爸，我唔啦吼，还蛮趁钱，还蛮教好势，最后吼，阿要讲回事咧嘛，还蛮，看到好生啊吼，阿去学明德啊，那个伤害干咧，阿我除了吼，单单回一下事咧尔。啊，嘛唔知要讲啥，啊，我什么代志哦？安怎处理了袂好势？我是凭啥要做人的老爸就好啦？爸，你日常做辛苦，得做事，啊，饲咱这个家，我还会记。大伯若是甲你提钱，迄钱为了咱爹提出来，拢是大伯，啊，顶面嘛拢是你的官。你一直拢足负责的，嘛一直拢足为囝的，做啥物代志，嘛拢是收着阮兄妹啊。在我的心肝内，你是我上爱、上尊敬的爸爸。爸，就算讲大兄、二兄因不受教，安尼拢莫插伊啊，回伫遐顾我。啊！你毋是有讲过，我若是无嫁人，你要一世人饲我。啊对，按我讲好，要做去种芭乐啊，你袂记啊？嗯，我当然嘛会记得。爸，你是我永远的靠山，所以才慢慢倒落来呢。因为你还靠我一个。爱哭爱跌落，怎么敢爱照顾啊？真嘛好说话的哦，来安慰阿爸，换你来做阿爸靠山啦哦。爸，你就是好家己受过大压力啊。阿管个大兄弟兄，你拢足严格，嘛唔肯放手。啊，也唔可能，即马拢已经出社会啊，嘛三十几岁啊呢。啊，你家己爱想较开个，莫认为讲啥物代志拢是你的责任。迄社会风气影响嘛是足大个啊。啊，做事大人个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你迄两个阿兄，常常讲哦，我即做老爸啊。就是爱民主啦，啊，不是啊，干怕就是干咩啦，啊，其实我安尼就是要为因咯，是咪我爱民主？好人骂的时阵，因爱想讲你是为着因好。古再讲，你本来面底皮就足薄的啊，烦恼要用骂，关心嘛要用骂，啊，啥物代志拢要用骂。过运动嘞，认为讲你就歹讲话啊，啊，唔知啥物代志，拢走去甲妈参详。啊，我生你衰啊，那拢是查某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你看你甲我，拢安好来好去，啊，我唔捌甲你骂，啊，唔敢甲你拍。爸，啊，假使讲你也真正衰，拢生查某，
我看你会足烦恼的呢。啊，万一大姐的男朋友，若是去拄到一个亲像大雅安尼同款，是一个讲义气的大叔，啊，而且男朋友，哇，啊，若是去拄到亲像你遐安尼爱情骗子，安尼到时阵你是要安怎？好啦，啊，大姐查甫咯，要若无我即马坐车，顿时吼，你艰苦啊。 事后去找别人理论啦。爸，啊，假使讲你今摆无想要困，我泡一杯牛奶给你。哦，行，明辉啊，多谢你啦。没啦。 拜托你，莫家你家己会快乐，就要害我痛苦一世人，好不好？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。我拜托你，莫阁讲了，好不好？李伟，拜托，给我离开，好不好？李伟，我拜托你，回去，回去。李伟，想要跟我走？ 舅啊，舅，紧来啊！ 林星哥，何林啊，林伟，林伟都要离开我，我怎么跟他领酒，都不知道要创啥。何林啊，酒啊，好啦，卖安尼啦，你啉酒是我都解忧愁了。 至少要麻痹我个，减轻我的痛苦啊！明星哥，你以为我已经留袂住？你即摆连酒也莫我啉，你酒好啊。 救我啊！好啦，陈太，你莫来我，陈太，我爸妈已经把我带离婚，你为个不准我去找，你即摆连救我也好啊你？我到底是做唔对什么代志？你为啥要来对我？ 好了，好，你啉酒醉啊，我带你来洗一下面，哦，来我来问你，我无醉啊，我是心痛，李伟，你知道我心痛无？李伟。 你为啥要离开我？哥，安尼这么晚还靠我？陈太今麦伫咧我的店里啊，啊，你莫醉茫茫的。喂，我甲你讲啊，我若靠近伊哦，伊拢听袂入去啊。 我看你也是来一撮啊。哥，我爸
我都去啊。无，你请爸爸妈妈去食面啊。拜托，即摆已经真晏咧，我敲电话去吵着阿伯甲阿姆啊，你也不是唔知啊，因足早就要去饲鸡啊咧。那安尼，你就开一个包厢，互伊休困一下啊。美惠，美惠，你莫离开我，美惠，美惠，美惠。有听着哦，已经醉到起酒笑啦。连美伊若是唔开伫遮乱，我是要来做生理啊，啊？你安尼讲，我也无法度啦。敢一定要这绝情？哥，我甲伊已经分手啊。我唔是伊女朋友，我无迄个立场会当关心伊。好，我了解。那安尼，我也无错，甲伊当作是我的朋友啊。连美，我会叫一个计程车送伊回去啊。哦。要不过，若是半路防抢，要小人等伫路边哦，拢甲你无关系。哥，放心啦，这种代志我定咧处理啦。我店面若有人客饮酒醉哦，我就是安尼做的啊，吼，绝对无问题啊。要不我甲你讲哦，我听讲顶一届有一个人客哦，饮酒醉坐客运车，啊尾啊皮包啊叫人摕去，啊人互人烫光光，等伫水沟。好啦好啦，你莫阁吓惊我啦。我等下去吃面啊。陈奶。嗯。哎。嗯。有啊，我替你叫来啊。那边哪做？看你家己啊。陈太，陈太搞好你啊！啊，我拄好有一个人家哦，伫包厢乱啊，过来处理一下。是在明吗？明，你讲不离开，你讲你要离开我，不爱见我，我爱是在明吗？明，你卖走我，我卖钱，我要一直在记你这个梦。好啊。莫再讲了，我先走下趟。谢你。来，大家行来。来，大家行来。哎，警察！哎，谢你。你那水干呢？手量不好，搁啉啊多。不要离开我！你为啥离开我？我酒，我搁啉酒啊！陈太，水干呢？莫搁啉啊啦！你干嘛办过？
你拢要甲我分手啊！你赶紧走啊！走啊！陈奶奶，哎，起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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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就莫安尼讲出嘴。咱两个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陈太，为着你好，我可袂当无安尼做。你敢不知影？我要跟你讲分开，我是比你更艰苦。我唔知啊，我敢知你这自私的，那么讲的我的感情。你都安尼一个人，你放弃咱两个的感情？高承泰，我不会死，我无迄个资格当你恁哥家的门。你爸爸妈妈嘛无希望我做你的太太。我爸爸也是迷茫的时阵，我想到这个代志，我拢在流目屎。你硬要把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你敢着顾虑着我的感受啊？你快，你快收起！你给我放开！早知今日会变到安尼，我当初都袂答应跟你作伙，我嘛更加无可能答应你的求婚。你莫安尼讲啊！我真正就想要跟你结婚的。不过无爸母的祝福，咱的婚姻够可能会幸福。是天公不要给咱机会，只是啦，咱永远拢无可能会欢欢喜喜行入去这一段。明伟，明伟，你莫离开我！明辉，陈奶奶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袂转来，我到底是走去倒啊？唉，手机也卡袂通。明辉，哎呦，现在啊，恁来啉酒是醉了，来，哎呦，来，算你算你，哎呦，哎呀，阿姆，拍死。陈太，伊昨天哥哥在边啉酒，阿姆哥无法度，佫惊叫咧着你甲爸，只会叫我甲陈太接转来。明辉，多谢你斗相共咧。袂啦。阿姆，啊陈太转来，无我先转去啊。哦。多谢，然后袂啦。
是安尼啊，我足艰苦，足艰苦，因为离开我，我规个心都空去啊。 小花，生兄你啊，无代志啦。我老岁啊，根本无代志。白姐，你今天有好几个地方都弹错了，我觉得你根本没有专心在练习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其实，昨天明星哥受伤了，我刚弹琴的时候就一直烦恼。 不知道他的伤现在怎么样，嘉燕，我不是不让你去关心明星哥，不过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拜托你卡专心也好。学长，对不起啊。再10天就要表演了，教授有请很多音乐界的大人物来听，你这样子一直弹错，我很担心音乐会不会突出啊。没啦，学长，好，我们再次，我们再次，我保证我这次一定很专心，绝对不会弹错。 学长，学长，好啦，你买安内啦，那下次练习的话，我买点心嘛。你该爱食啥，我去买。咱是在，今年久，你连我爱食啥拢唔知。好啦，学长，我们再练一次，再练一次。时间到了啦，等下这件琴放还给别人要用，下次练习的时候卖给我安内啊。是。 我发誓，我下次练习一定超级专心。好了，你可以去找你的明星哥了，记得要告诉他，叫他好好照顾自己，不然到时候他受伤，又是你一个人在烦恼，最大的受害者是我。好啦，我知啦。要我送你去吗？嗯，起码个赞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 想到了、啊，你喜欢吃豆皮寿司，对不对？哎，学长，学长，明天练琴的时候，我一定带超多豆皮寿司给你吃。拜拜。傻瓜，豆皮寿司是因为你不喜欢吃，所以每次都是我负责指导你。像你要怎样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？ 都没办法专心，努力啦，还要哄学长量。哎，你学长叫小金啊，就好哎。你这车嘞，伊竟然敢搞你骂？放心，我哪里台顶当掉拢是厉害的，学长也不好好照顾自己，跟人家打架还受伤，训呢。何家威，好啦，歹势啦，你真正免替我烦恼啦。这，你一定要好好练习。 我感觉你跟恁学长啊，就有默契，恁的音乐会一定办了就成功的。那你要记得换药啊，不要再装 man 了。咖啡好喝吗？还好。哎，Lisa，Hello。 哎，Lisa，Hello。哎，头一天上班的关系哇。哎，当初人拢足好诶，啊，人家素质嘛真高，不过有影甲酒店管理也足好诶。 唉，唔知是我昨暝困无好，还是讲
头一天上班伤过紧张，我竟然把人客寄伫店内酒拍破。迄个人客敢有找你麻烦？啊，唔，头一摆发生啊，放心，无代志啦。丽莎，你是不是刚搬来这里不太习惯，所以没睡好？哎，对了，明仔载家宴生日，要做伙甲做生意无？好啊。哎，林明星，其实我感觉电影带家宴四界行行看看咧。哦，我嘛想啊，要不过，他们讲后礼拜有音乐会，最近都要练琴。音乐会？嗯。啊，是拜贵啊，我要去听。好啊，那我再拿贵宾票给你。嗯。哎，以贵宾票。我就要用买，佮至少买二十张，干嘛差收这？喂，阿丽是我的男朋友哎，不是就最支持我？还是你要买50张？哈，50张，买吧，买二十张就好，啊，留一块红买哈。阿伯，爸，你唔记得云，你早来遮创啥？我连刷才来的。你讲白贼，我去问音乐教室的头家，伊讲恁练了无顺，提早结束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早来才找伊哦。爸，你刚一进来就一直骂好不好？你做唔对代志，我袂能骂吗？阿伯，你莫误会啊，嘉燕最近哦，真认真咧练习啊，你可以休困一下。我相信伊明仔一定表现得更加好啦。我警告你。阮家宴过10天哦，都要开音乐会啊！这段时间，拜托你莫阁找伊，莫阁甲伊联络，让伊专心练琴好。阿伯，歹势啊，我。爸，需要家己要找明星哥诶，你怪他干嘛？你唔免咧替伊讲话啦。你若是阁甲伊斗阵哦，你唔惊讲你的音乐会会甲顶摆哦，迄慈善演出同款，迄大琴大到乱七八糟，叫台下的人甲你踢笑。嘉燕，你就听阿爸的话，先回去，我再打电话你啊。啊？你搁打电话要创啥？你是一个流氓呢？你敢会当了解嘉燕的音乐？你对伊的未来甲前途有啥物帮助？啊？莫搁安尼搞面，硬要来告阮嘉燕啦。爸，阿爸，你莫安尼激动啦，我感觉。你要相信家己的查囡啊！参全家宴，伊看起来都是一个真巧的查囡啊！我相信伊选择男朋友，嘛不可能摆到倒位嘛。这位是？哦，歹势，我袂主动介绍，我叫做 Lisa， 我住伫这个宿舍，是林明星的室友。查甫查某大错会，什么款人就交什么款的朋友啦，这随便着。阿伯，歹势，我想你是误会啊。丽莎是我的同事，这是员工的宿舍，伊住底下有啥唔对？阿伯，是的啦，我知安尼嘛无啥好，哎，不过就是因为我拄换新的头路，无所在通住。啊，不过你放心。我若找到新的所在，我就马上搬出去啊！爸，你对我的朋友真正足无礼貌的。走啊，走啊！你啥拍摄？哈哈，拍摄，我你扫点红台位。看起来这因爸爸，可能不想介意你吼。有多少人的爸爸会介意家己查某囝跟我这种人做伙？那呢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样对你的感情啊！我相信一定就爱你的，要若无，伊嘛无可能无顾虑因爸爸的反对，坚持要跟你做伙啊！我这段感情哦，唯一会当肯定的。都是阮两个人的坚持，其他的，唔那是因爸反对，连阮爸嘛无赞成。你爸无赞成？既然条件遐尔啊好，谁人要反对啊？
开彼一时，寒冬渐渐变。